就是一个单单纯纯的一个才艺展示，你说给大家表演这么精彩的节目，你说稍微的鼓励一下治一下的应该也不过分呀，对不对呀、啊、朋友们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嗯，才艺直播间非常不容易的，嗯，来了的赶紧的下个造型了好吧，赶紧的下个造型了，接下来这造型呢同样也更加精彩啊，同样更加精彩的。怎么样朋友们，这个造型大家感觉这造型神奇不神奇，谢谢朋友送的眼镜啊，感谢朋友送的眼镜，谢谢支持，榜一榜二榜三前榜三大家关注一下，九九元商贸还有榜二榜三啊，大家点点关注了好吧朋友们，这个造型大家感觉神奇不神奇，这个视觉效果大家感觉像什么呀，这个像什么造型，这一个谢谢麻辣人生啊，感谢朋友啊，谢谢帅哥，刚进来的朋友们没有点亮红心的可以点点小红心好吧，可以点点赞点点小红心，谢谢大智若愚啊，感谢我家尹总送的人机票，对大家手里有人机票的也可以飘一飘免费的人机票啊，免费的人机票大家可以飘一飘，谢谢麻辣人生啊，感谢麻辣人生，这老头真厉害，这老头真厉害，坤哥有那么老吗？啊，哎呀，
谢谢我家大智若愚哈，感谢尹总送的，哎呀，送的比心兔兔，感谢我家尹总哈，谢谢榜三啊，谢谢榜三尹总送的礼物哈。我家榜三呢是一个企业家啊，我家榜三是一个企业家，他呢就是有一个旅游景点云南百花青山谷景区啊，给大家打个小广告啊，云南百花青山谷景区大家可以搜索一下，非常值得大家去游玩一下啊，一个非常好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点，就类似于山庄一样啊，类似于山庄一样，云南百花青山谷景区，就我家榜三啊，我家榜三开的，榜三是一个企业家。嗯，掉下来了吗？吹一下，吹一下肯定就掉了呀。榜一99元商贸啊，榜一99元商贸，还有榜二、榜三，前榜三大家都关注一下，重新来，重新来，哎呀，这个不好弄，让我重新来。谢谢大家啊，要继续，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。那你不能说进来新粉丝我就宠一百一次，进来新粉丝我就宠一百一次呀，对不对啊朋友们？谢谢大家啊，感谢大家的认可，谢谢大家的鼓励。嗯，飘三个眼镜我重新再来一遍行不行？飘三个小墨镜，对不对呀？你这样的话老是重新来，重新来，大家都不爱看了。这个弄了多久？这个刚才弄了三分钟左右吧，三分钟左右的样子。嗯，要不要再摆一次？要不要再摆一遍？三个新眼镜我就再来一遍。好，那我就下一个造型了，好吧，那就赶紧的下个造型了，也没有人飘眼镜，咱们下一个了。哎呀，谢谢福尊啊，感谢福尊送的眼镜，哎呀，谢谢福尊，哎呀，感谢福尊啊，谢谢帅哥送的眼镜，谢谢福尊啊，真有帅哥送眼镜啊，那我就再来一遍吧，那坤哥就再来一次了，好吧。谢谢福尊啊，感谢福尊送的眼镜啊。行，那我就再来一次吧，再来一次，好好好。
怎么样，咱们又整了一遍啊，完完整整的重新又摆了一次，看到过程了吗？还有人怀疑是假的吗？还有没有人怀疑是假的？主播又笑了，那成功了吗？成功了当然开心了，成功的喜悦之情呀，主播又笑了。不笑还哭吗？感谢大家哈，谢谢大家的认可，谢谢大家的鼓励。榜一、榜二、榜三、前榜三，大家关注一下，前榜三大家点点关注了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点波关注吧。怀疑啊，那你再怀疑我就没有办法了。你看我已经摆了两遍了，啊，咱们当着大家的面在直播间里摆了两次，还怀疑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主播心态好好啊，我心态还可以啊，坤哥心态还是可以的。感谢大家哈，谢谢大家的认可，谢谢大家的鼓励。榜一、榜二、榜三、前榜三，大家关注一下九九元商贸，榜一帅哥威武霸气，还有榜二帅哥，还有榜三、前榜三，大家关注一下了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前榜三大家点点关注吧，好不好？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对，这个评述呀，确实要苦练啊，它不是说一朝一夕随随便便就可以练成的，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啊，要苦练的，没有付出哪来的回报呀。坤哥练了五年了啊，我练了五年时间了。谢谢大家啊，感谢朋友飘到小心心，谢谢支持，谢谢鼓励。谢谢朋友啊。好了，我就拿下来了，好吧，拿下来我就先下了，好吧，要不坤哥就先下播了，好吧，朋友们。这个播了也将近三个小时了，这有点累，手势有点累，给大家表演才艺确实是非常累的。非常辛苦，好不好？我就先下了，行不行，朋友们？这个感谢大家哈，谢谢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的鼓励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大家也休息一会儿吧，大家休息一会儿，坤哥也休息一下。然后呢，咱们稍后十点半啊，稍后十点半咱们再播一场，好不好？十点半可不可以？还没有回答我，你问什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不可能每个人，不可能每个人发的评论我都能看到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再问一遍。我要刷礼物了，你刷礼物我也下播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就这样了，我就先下了，好吧。榜一、榜二、榜三、前榜三，大家关注一下。然后呢，咱们稍后十点半啊，稍后十点半咱们不见不散。我就先下了，朋友们，先下喽。